们里面两个老虎可以弹出来的粉红色的。我喜欢上音乐课，音乐可以让人想起过去的回忆。我的理想功能可以给大家过一个漂亮的房屋，像做受欢迎一名考试收银员，然后一场万人。我长大想唱歌，听着音乐开始。其实我们的孩子跟普通的孩子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学校还是坚持让他们开口学习唱歌。我们上海是第四聋校，目前呢学生有60个左右，而老师呢倒是有50个了，所以这样就方便老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教学。哎，是一样的，对的，可能在一般人的眼里，我们的学校就是一个无声的世界，鸦雀无声的。虽然由于听力的缺失，但是呢，他们经过训练是可以说话的，所以我们的学校是叫聋校，而不是聋哑学校。而在我们学校里呢，我们也非常鼓励他们用语言来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流。赶快，要吗？我们学校是以听障学生发展为本，从发展中获得补偿，在补偿中促进发展，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综合实践能力。和普通学校相比的话，我们学校的课程除了语数外这些，还多了语言训练课和感觉统合课等等。每天早晨要升国旗的来，翅膀，翅膀飞，满天，满天飞，对，跳跳水。手语呢，它是具有地方性的，就像我们有上海方言啊、东北方言啊这种。那么手语呢，最重要的信息它是要在首要的位置表达出来，就是跟我们平时说话的顺序不太一样。比如说你去哪里这句话，用手语表达的话可能就是哪里你去，那么按照这样的顺序，学生写出来的书面语言也就7颠8倒，久而久之就无法建立正确的语言。小朋友好，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，现在的听力障碍学生大部分能听到声音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是听得清声音，再到第三步听得懂声音。我们现在的音乐教育处于第二步，让学生能够分辨音乐的旋律，努力迈向第三步，听得懂音乐。当然，这里的听得懂音乐只是鉴于每位学生的不同基础的，所以我们在平时的课里要多听一些，多感受一些，让他们更好地去理解什么是音乐。啊，摸摸钢琴，感受一下。在以前条件不是那么好的时候，我们上音乐课是很困难的，因为音乐是非常抽象的，在你没有办法听清楚声音的时候是无法解释的，所以他们对音乐的理解可能只是音乐这两个字。但是在现在，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辅助的设备，比如说踏鼓啊、小乐器，让学生来敲敲打打，让他们来感受震动，从而体会到音乐，感受到音乐。同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视频动画，让他们跟着一起模仿，做做跳跳舞啊，做做操。所以在我们这里，音乐课又叫做律动课。
随着听力辅助技术的发展，现在孩子的听力补偿越来越好。我们发现啊，在音乐课上，现在很多孩子已经能够理解掌握最基本的音乐，所以他们有条件去接受更多元化的音乐教育。根据他们的特点，学校又开设了口风琴课和爵士舞课，让他们去接受更为多元化的音乐。比如说，由于听力的缺失，我们的孩子还暂时做不到吐字清晰，唱歌能够帮助到他们更好的说话。因为音乐的节奏它是有规律的，通过学习一些简单的歌曲，能够帮助他们调整呼吸，调节他们说话的节律。有的时候我们还会播放一些节奏比较舒缓的音乐，让孩子们在这样的氛围当中调节自己的心情，让他们变得更加快乐。学校从单纯的感受节奏的律动课拓展到如今的音乐课，这是对听力障碍学生音乐教育的一个跨越。在补偿学生生理缺陷的基础上，与普通孩子一样学习音乐，感受音乐的美妙，陶冶情操。虽然我们的孩子听力有缺失，但是他们同样拥有接受美育教育的权利。我们希望通过各种方式让这些孩子去了解音乐，拥抱音乐，走出无声的世界，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，通过各种角度去发现身边更多的美。